Hey guys， 这里是投资者的房角石，我是加百列城。今天不跟大家讲别的，就来点自我介绍哟。大家看加百列的黄外套就知道，加百列是啊，永续的房仲不是啦，我是21世纪不动产的海外投顾专员。或许台湾21世纪没有很大，但是跨出台湾我们就很厉害喽。我们是全世界百大连锁品牌第20名，全世界有7000家分店，有超过10万个专员，平均每一分钟卖掉1间房子。哇塞，买海外要找谁呀？当然要找我们嘛。而加百列隶属的蓝海团队是台湾卖泰国不动产的业界第一，不但成交量3年达700件，周周有说明会。台湾第一个在曼谷设店的海外不动产团队哦，这样大家不管是代租代管还是代售都安全有保障，毕竟我们团队在内政部里是零客诉呢。怎样呀，有没有很心动呢？台湾经济和房市都不景气，是否应该把自己的资产放在更有增值潜力的地方呢？来，请扫描这个 QR code， 或者在下方有加百列的联络资讯，欢迎大家跟加百列联系哦。自产请找加百列，使你获利不受限。拜拜。